鸭子需要三十天，还一拉活的就三十天那个。哟，你舅舅的衣服行，你还管得我挖个柜子，你现在还用呢？那得一三那会拉不完，你那有好多大的东西啊！你侧着发拍，正着发拍的话，那不行吧？那哎，啊，行不行？能不能行？啊，行。刚才那边拍就好了，在那边吗？这是逆光，逆光怕他看不清。拍这个视频就行了。对。还用剪吗？把声音去掉。对，把声音去掉就行了。行，可以。你也不用那防抖的了。不用那防抖的了。算了，就是东西，要求要不了这么高了。之前没找到你的话，就这样就。刚才那收拾仓库收拾了半天。没叫人吗？叫了，就是那个车去收拾了半天，有点乱。而且那个刹车又那个房间又小，绕不动，绕不开。哦，他不会这么扎实吧？什么扎实？他不会这样弄吧？还要拍。啊，就拍个大概的吧。我之前是想搞好一点，但是我看那效果好像也就那样了，就算了。哎，你是什么专业的？化学。化学是什么专业啊？搞实验的。哦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那种。哦，那会搞炸弹吗？那个。好像是什么什么硝酸铵鱿鱼这那个这那个那炸是吧？那个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吧。嗯，对。但是不感兴趣啊。我就搞炸，我好好活着不行，我要搞炸。搞炸弹是吧？还搞毒品吗？海洛因啊，配比什么什么的一大堆，我靠。那个网上都有的。对，那个不是学化学也懂的吧？那就是我们搞的。对呀、啊。制药啊。只要搞毒品，只要比搞毒品难多了，是吧？像什么可卡因，什么冷，对吧？什么东西的？嗯、对。哎，你把我手机打开，手机都入镜了。那一边去对，再往这边来。都录了半天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影响的。这次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就行了。没有，还没有。那我明天给你剪还是什么？就随便剪一下就行了。现在剪？哦，你说这个，你回家吧，你回家吧，明天吧。明天剪吧，因为什么？他那个剪视频知道吗？那配置不行，剪得很慢了，懂吗？那个因为也没有那么急，因为我们东西都没发出去，别人要收到东西才能。那你为什么要今天弄？这个东西肯定要，因为这东西我明天就要发了，要发三根出去。但是。这手套真的。你不带手套不行吗？不戴手套不专业。我的手套你看，就这个地方。可以了。关了。对，先关一下。这个没事，到时候期待就行了。因为背光太黑了，他看他看不清。
听着没？还没哈？好了，挂了。啊。